他想要说，因为我们给他一个很瞎的仿纲，这应该是我们写仿纲笑最大声。你有没有跟很多不同种族的人交往经验？自己心中有没有老二尺寸表？我就写在仿纲上。为什么我问的问题跟小珍玛丽亚？我超讨厌 sex talk 的、欸。我跟我男朋友第一次，然后他就说 talk to me， 我就说 no。这好潮哦，好潮！你很酷哎。I do what I feel like， 我没有要 please you， you should please me。好，两个人是一伙。你好猛啊！台湾人平均会不会真的比外国人小？不会，意大利人、西班牙人都很小。大家都这样讲哎、欸。凯蒂都也知道。